像那个，这个资料标签跟那个图例，哦，然后还有就是，什么按钮要全部隐藏，哦，等等的啦，哦，最后再做个标题。那其实这些功能的话在哪里呢？其实就是在这个的上方，哦，有没有？这边不是有那个什么的加号，对不对？那加号里面放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图例。